我是肉肉妈，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蹦蹦跳快乐脚草本抗菌清洁慕斯。不知道大家出门散步回来之后都怎么帮自己的毛小孩清洁他们的脚底，一般人应该是会用湿纸巾啊或是清水，但是那没法彻底杀菌，而且他们的脚趾缝会积一些脏物啊或是细菌，而且他们睡觉是跟我们一起在床上睡，如果不清洁的话，床就是一定会被踩得脏兮兮，所以睡觉前一定要帮他们清洁脚底。除了这种产品，我觉得是非常贴心，上面是细胶的刷头，所以是很柔软的，那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帮他们搓，很方便。是草本植萃精华成分，所以呢，它刷洗后不用冲水，就只要用干毛巾擦干就好了，瞬间除臭效果超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每天这样擦一擦，所以除臭我觉得对我来说蛮重要的。然后呢，它除了清洁脏污，还可以清洁细菌，所以呢，不是说只要清洁干净就好，细菌要能够去除真的是很重要的。不刺激、不流泪、不过敏、不含荧光剂，所以它清洁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吃到怎么样，成分非常安全。那为什么大家会一定觉得为什么有两罐？这一罐呢，就是用完之后它很环保的，还有一个补充，就只要把这个打开来倒进去就可以重复的使用。先打开闻闻看它的味道，有点像橘子味，香香的，是很天然的那种橘子味。可以看一下，它是很可爱的爱心刷头，软软的，很舒服，所以碰到他们脚掌他们不会觉得不舒服。这个套子可以这样拆开来去做清洁，所以比如说怎么会这样子脏脏的重复使用，不会，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洁的。20 minutes later， 已经清洁完的，用完真的是比较嫩，然后这一支还是很粗，摸起来是粗粗的感觉，然后这个很明显的摸起来变得很嫩，因为它里面有含保湿保水的成分，所以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平常的修护保养，帮他们平常走一走，然后磨损啊会龟裂的时候，可以给他们适当的保湿做保养。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一下，这是我刚才帮爸说清理完的战机，那整个黄黄的，这里面超多一点点黑黑的，超恶心的。他现在再拿去清水清洗，再冻回去，就可以重复使用喽，是非常方便呢。那我们今天的开箱介绍就到这边喽。喜欢我们的话，别忘了订阅我们，留言分享。那我们下次见，拜拜。